好赞哦！因为我看你们两个是黄色。天哪！这是玩躲猫猫是不是？我头好痛哦！这是寻找威力吧？这个。好笑、哦。我带这套装去打冰牙龙，我会不会嗝屁呀、啊？天啊！你那套是穿采集用的啦，抓温泉银猴用的、啊。等我一下我出去拿那个小猫回来了，吓我一跳！不好回忆的小猫。等等，没有，因为我的可能会捡到金龙跟银龙啊，所以要赶快摸一摸。什么金龙跟银龙？金火银火啊。啊，哪里会捡到？龙结晶啊！我现在拼命都往龙结晶派、欸。哦。我一大堆金火龙的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可是银火龙就没有出现。更变道具，更变装备。好了，哎，怎么又是你啊？你还没进来？啊，哦，你们接了，抱歉，我还在香签，我还在插香签草啊。哎，我开了什么？哇塞！哦，吓死我了。哦，我开到 big mode， big picture 模式。还是你们三个先进去，你先进去就好了。你是不想跟我们玩？不是，我想插香天草，又还要再等一下。不用插了啦。我靠，我身上没有。不用穿那一套了啦。不要，我就是要穿这一套，我受不 了。那么任性啊？对，我就是任性。国中小妹妹哦、喔。你要嘟嘴巴讲话。天哪、啊！我们先进啊！完了，就是不开始、欸！天哪、啊，你不来、啊、就是不开始。我就说你们先进嘛！你怎么先进什么传说？对，先进传说。守护永恒的爱。好的吧。但没有。先进去啦！进来，人家开久久了。哦，靠杯，我小孩在等我，不要吓我。啊，要带锤子哦，忘记。Go go！ 太好了，这个边边我喜欢。对呀、啊。哎、欸。啊！他要给我转回来。哎、欸，直接甩下哎、欸，哪招？好啦。有打手都的，先打手都，我记得。对。转化手手。
啊，被扑倒了。也软化。你再不然我们要打完哦。我不信。你再不来，我们就要三猫出来了。信了吗？我马上来，我马上来。等我一下，快了。剩一猫了。让他左手。黄眼哦，嗯，对啊，要注意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插到他下巴去。你有没有吃猫的吸引仇恨大之类的啊？感觉很吸引仇恨啊。干，你好丑哦，不要这样大好不好？我可是帮你们配了广域舞诶。两脚都爆，牙齿。
好，偷，来，赶快偷掉。有了，要打死！哎，敢当分析就不用补了，我可以补了。那你可以穿个外观吗？丑死了！要，我就是要这样 ，shining。Shine。 对面走，我头好晕了。可以再继续转啊！虽然说我不在画面中，要盯着你看，你很累耶。我根本没有在看你，我只压着然后滑手机。两张票，哇，有穿衣服是必定有一张 SP 耶，不是必定啊，我每场都有哎、欸。说每场都有，他我记得他只是说比较高的几率拿到哎、欸，那几率真的很高哎、欸。我目前是100%、欸，就是穿了之后，你也才穿第一场而已，没有啊，第三场啊。你刚就穿了吗？刚就穿啊，无耻哎、欸！你看我的猪，可爱啊！哎，我的猫回来了，找小猫。你说大感谢票就有五张了、哦？啊？啊？什么五张？大感谢票啊？对啊，这样就有五张了，嘿哦。对啊，完成、啊、就是你我全部完成就五张啦。哦，好啦，那都闪亮出团吧，闪亮耀眼的爱之语。哎，穿这个打冰牙，来啊，可以一次刷两个。好。来啊。想要去攻防，你说派到大乙种是不是？还是龙结晶？啊，有时候一定要派到有魔物头像有那个小动物的吗？没有，我不知道，我就照样就随便派、嗯。对啊，心情好就派哪里。嗯。我接任务。插珠子啦！跟你们说，我先接嘛，不要那么。我是跟你讲，说我插珠子嘛。好，你插，你好好插。那鸡腿喽。插好，插满。插喇叭。你先进去打，等我们三个插完是不是？我们再进去。啊，不要啊！我没有要插，我来了。那你们先打。哎、欸，这套好像也不错哎、欸。如果是新手装来讲的话，其实给的技能很不错。对啊。可是如果以后期装来讲，很难。
不会啊。真的假的？要全，你为了要票的话，你只能穿这一套了。啊，我就问你想不想要票嘛？不想要的话就不用了。他还有什么？我帮他用，刚刚没有记。什么意思？我听不懂。除了刚才那五张拿去做衣服以外，还有其他的地方。大感谢票吗？不是，SP。哦 ，SP 就五个外观跟五个调查回报啊，去找那个你每次接调查任务的那个人，然后他有底下有个达成交货委托，也要五张。哦，没关系啊，那个可以慢慢来。哇、啊！到时候你要刷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刷完，可能就是一个人刷、啊，如果比较麻烦。一二三四，那我还缺三张。哎、欸，监卡玉用好快哦，不管是哪个监卡玉，我也快用完了哎、欸，我已经用掉了500多颗了。哦，你用的比我还多。精灵家父是几个洞啊？一等洞。好。我好像不小心帮猪猪拿到新的衣服。哦，魅惑粉红，是不是精灵的啊？很像妖精装的吗？家户。哦，真的，特别报酬的发生几率大幅。对啊，从任务中途开始使用不会有效果。所以繁星正在配这一套是不是。哇，我要这个颜色了啊！我弄好了。你在配阿斯特拉是？对啊。好了，我来了。还没开始哦、喔啊、我还在裝是不是啊
没打到两等的王英珠啊，是的，我也没有两等王英珠。迷途。哎，武器就那一把了。我好了，快好了。我顺便配一配。好的，好的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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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这个的红色看起来好暗沉哦。嗯，我是会啊，我是会变色的啊。我们超像外星的，一堆外星人。我是换。哎、啊，你不是要先吹笛子哦？好吧，我误会了。先打一打，我边打边吹啊，我还没看新的笛怎么吹，打的时候来看就好了。哈，原来我是没在防御，那我死定了。哎，老兔。怎么越推越远？好远！这里有吗？哇！没有，这里太远了。没有，就直接下来比较好啦，不要硬撞啊。对，没有去强化他，哎，糟了。你是不是冲着我手上这块肉？给你，给你，我再去刷就好。发现一件事情，我没有结石。我还吃得很开心。我要怎么弄出地板的那一块啊？按 B， 那、啊、我的那个是 B。我们，你看一下右上角啊。翻译官。不是啊。他跟我说要按 L2 啊，可是我不懂。他现在我们键盘的按键不一定大家都一致的呢。有时候我讲侧键，他们说他们没侧键，所以我不知道翻译官怎么翻。好吧。对啊。研究一下。像那天讲什么龙之千千石，那我就讲我的按法，就跟他们按法完全不一样。我爱龙之千千石。我骑上去。
哦，吹笛子不要按成 R2 按 L2 就好了。懂，我懂。哎，我按到，我按到，好厉害。好难听哦。你说这在鼻子上，我是多了一根牙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把它震下来了。怎么震的、啊？想多波。哎、欸，这次就没有了、欸。突然又不懂。哎呦！光起来，各位，米娜桑。太光，很光哦。嘎，光起来！会撞。你那个等于是猫的那个螺丝吗？什么猫的那个螺？就猫不是有个螺是可以把飞的那个震起来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就是那个想做窝。我同一个啊、哦！哇，那很猛哎！撞起来！撞！然后开始做尾巴了。外观怎么弄？最下面有个叫红色，彩虹的红，你就可以让它变色了。不过颜色亮度、彩度是固定的，所以看起来会比较暗。琥珀色的重牙，它真的很气哦。有人在旁边抽吹水花啊！啊啊！看还不打死那个吹唢呐的？对，撞他，撞他，拍左边，撞他！他撞到我的麻痹了。那吹唢呐在你左后方，啊、打！断尾，断尾，打！右手啊，起飞！啊、me too。对，打啦！靠飞！哎呦，破坏部位了。哦，他右手。他刚才被我打爆手。剩下牙齿。啊、对，打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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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打死他！还吹。耳朵很痒哎，你不要在我边吹好不好？我走远一点，我走远一点。我看 HTT 在蹭他。HTT 你怎么讲话了？生气了吗？没有，我都看到底要怎么。哦。也专心的研究。嗯。他的对应按键是 L2， 可是我的 L2 对，然后有时候我就是也会吹失败。我那时候在那个训练场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按。哎，石头。哦，这个灰扑。交给你了。这痛击腿棒棒！哇，这次装备可以达到400伤害，我的老天！